烧焦面，哇，这看着，生活的岁月就红红火火。这就是人间烟火气。对对对，这飞两米多远啊，一夜落锅，一夜飘，一夜里面又出刀。飞起来一样，哇！我来曾经单手一分钟能削100-60根面条，一秒钟2根半。您玩过这个吗？这个是。实不相瞒，人家就是白案出身。我没有白案，但没刀削过面。上人您感受一下。哦，托托这个，对，这么托啊，嗯，呵，您这大面片真棒，嘿，手艺好，面长的面片儿，这面片还薄度还可以哈，长度不行。如果每一片都能有这么宽，像树叶一样，我觉得。扇面，扇是片面，有创新。我们可去吃一吃吧。刀削面啊，一般是一斤面要用4两多的水。 同时呢，一般是28厘米长，0.3厘米的厚，0.8厘米的宽。哇，有标准的，28厘米长，差不多吧，感觉。对。然后呢，宽度，你看每一个是这样的。刚才这个是我们的标准，但是呢，其实我们山西刀削面啊，最核心的是外滑内筋。外滑指的就是我们地域的水呀，它的 pH 含碱性偏高一点，啊，它做出来面就光滑。哇，内筋了。 就是指的我们地域种植的小麦啊，它一般是冬麦，它籽儿里是硬籽儿粒的小麦，含蛋白质比较高，所以它做出来面条里筋度也筋道啊。对，咬完了之后吧，觉得唇齿生香，就小麦香。对对，说的太对了。嗯，吃完了，谢谢。